德国的 Split Screen 工作室在日前宣布，旗下的 3D 网页游戏 Steel Legends 预定在今年第二季推出，并且已经开放封测，让玩家抢先体验。 Steel Legends 是款多人连线的网页游戏，画面精美的程度让人一度以为是在家用主机上推出的作品。游戏中玩家将加入四个派别中的其中一个，与其他对手进行资源、土地以及权力的争斗，透过完成任务来提升自己军队的实力以及装备的强度，想让玩家在战场上发挥更强的战力。官方也说明 Steel Legends 的设计理念是一款操作容易让玩家好上手的游戏，玩家们可不要因为看起来很复杂就对这款游戏失去兴趣哦。